真的是那个都市中的森林，也像是充满更多新的场所。我觉得我们在这里感觉是非常的幸福的。那今天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呢，所以每一位进来我们还是高规格的，还是要量体温、留电话。这个展览的话，会对他的过往哈、会产生相当的这个兴趣。就像今天的作品一样，无论物件的大或小哈、每一件作品的笔触线条都收放自如。好、那每一次的落笔也都可以感受到作者自信的流动。这个人，许国峰，留下阳光遗书。这个人曾经辉煌，也曾经非常的荒唐。在他逝世的走了以后，14年后啊，那有人挺身而出，为他在这个一个历史建筑里面，来办了这么一个有意义的展览。